哇！重要消息，重要消息，重要消息，点重要消息啊？一杯特大咖啡，一个 chocolate chip muffin， 原价咧，原价成$5嘅，咁咧而家要俾几多钱咧？3.5元。我睇埋個乜片先嚇，冇花冇假，真係一個乜片嚟嘅，真係一杯咖啡。咁點解咧？我睇張單先。咁啊，呢度咧平咗1.54元。點解會平嘅？因為用 Tim Horton 嗰個 app 啊，佢定期咧有啲 offer 嘅。咁另外仲有一個 offer 咧，就$5，兩杯大咖啡，兩個 muffin。今日咧就用咗呢個$3呢個$3雞，就一杯大咖啡，一個 muffin， 只係$3。平時係成4.5接近$5嘅。朋友大家，所以我特別拍一拍圖片話俾大家聽，咁就攞部手機 install Tim Horton 嘅 app 啦，咁就入一入個電郵啊，同埋電話號碼嚟，咁樣佢就確認咗你個 account 啦，咁啊定期有個好嘢嘅你，因為而家 Tim Horton 咧啲嘢都相當貴啊，如果有咁嘅福利就用佢個福利啦，幾多福利啊？